大家好，什么？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好，那这个似乎是一个中队的对决啊，同他的 ID 同样都是 Star W Classic。OK，对手呢是 Star W，Riptide 还是 Riptide？OK，它是虫族。啊，这个上面的这个是人类，虫对人的对决。开始，虫族 Overlord 呢飞向了这个6点钟方向的这个矿区。啊，通常都是先飞近的，加速一下。啊，人类放下了这个 PS，虫族应该是14放。工兵出去探。对，是。好，人类在这个放下了 BB，可爱的 BB，会不会打他一下呢？一定会，打一下再说，一定要逼你拉一只出来。OK，放下了瓦斯，很正常的开局，接下来才会不一样。我来看一下，接下来，哇，虫族已经出去盖二堡了，他是先二宝才盖 BS，OK，存200。二宝的话就是142BH，然后这个14BH，好，然后再等200BS 之后全部工兵，快补啊，快补啊，还有一个，快点，快呀、啊，好，点到了，还没补。还可以补两个啊！好，那虫族就比较重要。哎，放下了 Bunker，虫族比较重要的时候，这是要留2个人口罩这个 Queen，他也可能是要留蛋做狗啊，因为他需要蛋，没有蛋就没办法打了。哦，双方攻虫大作战，攻虫出来拼啊！枪兵。我应该是做不出来，我冲出很厉害，状况解决了，狗要出来了，6只狗先出来，哇，也杀了一只枪兵，我的妈呀，好厉害的工虫，他点的是快死的那个工虫，点不到，哦，这时候换虫族反攻。可以放下这个军工厂，这一对一的这个打靶应该学起来。人类不会损失太多的钱啊，他损失只有2只马林跟1只枪兵，以及少许的这个邦可取消的钱啊。那这时候他是否能来得及回来呢？我想他是上不来的，不能开。同时叫了一只工兵来修啊，这如果修慢了被打爆就 GG 了。这时候完全不放 BS，盖指挥中心吗？卡人口了，刚盖好，盖哪？盖这。OK，科技实验室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撑过开局，冲突撑过二宝的开局。好，他现在做了蟑螂。同时大把的狗在门口放下了碉堡，非常聪明。看来他是要研发这个地狱预热器，研发点，我帮你点，他还没点。反应炉科技实验室啊，interesting，还没点，点了。我帮他点下去了，太厉害了！好，这个第一次是要防这个二郎，防这个小车车的。好，
那虫族这时候什么时候生兵，什么时候补工虫，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营运手法。那这个 BV 除了可以进化之外呢，也可以挡路，确保他二郎上不来，他只要守这一块就可以。那有蟑螂的话，二郎就会比较好守一点点。不过如果二郎有蓝色火焰，哇，那不得了啦！是啊，先放下第二个 BC， 双兵营还不造兵，完全靠二郎压制对方。我这等一下要牺牲，然后放下才能出去。回收我说错了 ，OK。好，放下第二个瓦斯。当瓦斯要全造蟑螂是不太可能的。好，他造 drone 啊，非常的了不起，他做的是工虫。Oh my god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是否能挡住呢？应该已经研发好，还没研发好就过来了。红色的火，哇 ！God damn！这一波烧死了，至少烧死八只，我想。God damn， 他的肉群呢？唯一的那只该死的蟑螂跑哪里去了？哦，这时候局面是站在这个人类这个方位啊，做出了雷神来了。二宝甚至没有放出去啊。卡人口，我刚刚那一个这个溜得很漂亮，这个交叉火焰一烧，哇，一整排光光啊，满地都是这个工虫的尸体。下了飞弹炮台，这个飞弹炮台用意是什么呢 ？Maybe 飞塔，对，好，不过他改出毒爆虫了。这个没有做任何的研发，第一次前置，三地次，工虫数量呢30:27，不过虫族现在没什么兵啊，好危险。那是否能撑得住人类的第一波攻势呢？我想这一波应该会人类先打，人类先过去攻了。人类卡人口卡得非常严重。甚至还没意识到，好，开始做。如果这时候要进攻的话，应该双 X 下去哦，马上就能做兵出来。好，第一波进攻来了，有没有坦克呢？没坦克，硬拆。毒爆虫，很危险。哇，16只毒爆虫，毒爆虫来了，毒爆虫退了，上啦！哇哦！这人神要牺牲了，人类有点大意。自由，刚刚好 ，perfect！ 哇，虫族这波守得漂亮，同时呢，狗也到了这个对方的二矿。杀了不少只的 CV 哦，本来双方这个是差不多29:30，我记得，可惜，升不起来，这 CV 要出来救了，哇，升起来了。那现在局势再度回到了虫族这一面。人类在这个单矿的情况之下，很难去支应雷神的支出啊，那雷神做不出来。好，ready point 也还没有改。OK。黄鲁现在补下了双瓦斯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要做什么呢？螺旋塔 ，very good。大把的这个毒爆虫，总是二宝降回来补工兵。这矿瓦碗，如果人类还没有办法偷到新矿的话，
大概就十多一条了。门口被破了。哇！啊，他取消了这个。哦，那时候他应该是升起来，所以他的地狱预热器没有研发好。不过小狗子溜进去里面了，这边做毒爆虫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。不过我们人类玩家有发现，他就清了，被蓝色了，射一发就爆了。OK， 我现在虫族的兵就做不完了。这个有毒爆虫来清地面部队，那人类的钱不够做了一身，很危险。我们来看这一波是否能够漂亮的挡住呢？这时候研发了这个近战攻击一 ，Action Tab 呢？圣主现在人类现在做了一个13 Marauder 马林。啊，虫族是做蟑螂，然后提这个蟑螂的速度，毒爆虫速度有没有提呢？毒爆虫速度有提的。OK， 我去看一下，二把搬下去，盖 BU 啊，赶快盖 BU， 盖 Bunker 或许有机会，这样子很危险，让毒爆虫来，这个地面这只小刺都死光光，只剩雷神，然后。剩余的狗跟这个蟑螂一定可以清掉雷神。哇，这僵尸会非常非常。